好啊，走走。没有，今天是你先打，不要拖时间。好，今天六分了。Happy。水有没有要？给我一煮水。要水点我、啊。今天等一下开打再喝，对，都喝都喝。哎、欸，反正拓荒期就都喝了，不用再问了，每天呢，哦，每天。来，可以可以，等一下拉小怪出来了。二哥加油！温燕懒惰，今天那个竹坛给温燕，先看啊 ，buff 掉再换啊。哇，我还没给泰坦。没关系，等一下打完自己再给。不是鬼出来，他出来没关系，就让他出来就好。那个暖灵怪也出来，暖灵怪一定会出来啊！暖灵怪红灯，那个石像鬼不要去接他，让他出来重置就好了。我先把该提升。我对我是要在八岁吗？还是要给法师？没有，我在调。今天比较赶啊，他就是给他一点时间。然、欸、后我只是确认一下而已。好。啊，打石像鬼，等他。在外面打的不要 OT 哦。都进来门啦、啊。进来打、啊。进来门，哎、欸，都进来门，要不然出去他重置啊。那、啊、你那个到里面的记得不要移到下一群的，到不远。给温燕跟阿叔，哎，懒惰狗阿叔嘛。我喝自备的就好了。对，温燕懒惰狗。好。林大狗的第四队。来、欸、走了，拉快啊。右边，他靠背按住了。你为什么？四梯先麻烦咖啡，我在看状况换了。今天应该没有我的工作。咖啡有必要给他一罐喝吗？啊？咖啡啊。他是那个弹小怪的时候，是应该还可以，他应该有自备吧？那反正你现在泰坦，我觉得也给他了，之后也给他吧。好，好，他会想弹，那之后也给他就好，有弹的都可以 ，OK 就好。我这里还够，没有啦，就只是给你几关让你喝更久这样，没啥。我知道你们都有准备吧。哦，那个虽然说团队现在已经是哎、欸，左边亲，你那里会挨到石像鬼。好、哦，上礼拜出现过一次的状况，记得把小怪全都清掉。好、哦，顺便拼个 loot 啊、哦，来 go 标好个 go， 小心右边石像鬼，不要 A 国的，麻烦谢谢 go。啊，拉回来啊、哦，小可爱哦，好不会 A 到，算我白担心。哎呦，游戏高手哎、欸，距离高手哎、欸。空间管理大师，真的，真正的罗志祥。看小怪一直讲说，每次都要酸我。那个团队现在已经有41个人，还会持续在找人哦。然后就我会根据状况去换反登人员，就是任何人都有机会换到状况。看状况啊，所以自己心态要调整，不是把你换下去你就不行，不是，只是
我会先让我觉得最好的阵容先上。这边先打那个。别往前哦。等，不要往前。等，再后退一点，因为要他等他飞追过来再拉。那、啊、你们那个有人有录影的，记得哦，那个可以录影的，看要什么用什么方式提供我影片片段。哦，你们平常私下打五人的也可以。来，温燕，等一下左边，那路口右边。啊，你们那个有带蜜抗的，现在可以先喝哈，因为等一下诺斯是蜜抗。来，记得都要节奏啊。来，温，南渡口右边，温燕左边。拉一起就好，拉一起就好。先打骷髅，集火啊！顺带 A， 另外一只顺带 A。今天有看，等下停下来补哦，补到 DOT 消哦，会有六成。来继续补啊！我、哦、为什么没有先龙的调配？是因为我礼拜三不在哈，礼拜三我留简单王给你们去打哈。那个是我们自己团的状况。哎、啊，靠杯！怎样？我喝到有限无敌了。很好啊，继续吧。好，不是泰坦就好。啊，我本来要喝泰坦啊。我是怕你喝到两罐泰坦。等一下一起走啊！等一下一起走，往前啊、哦，一样。温燕左边，然后人多狗右边。5 4 3 2 1。骷髅先打。今天有开直播。谁啊？谁在开？哦，是谁在开？开。他现在有空档，因为那个我们的新人物孤狼，他想要早点进入状况，所以他想要我们开始，我让不知道我们怎么拿课前预习的概念，应该差不多。哎，继续补，四十秒，还有四十秒。哎，看完天。可高。飞机跳舞机失败了，坐飞机你痛过吗？哎，之后弄，之后因为一次打到后面，一定要把前面都清完，所以之后跳舞机。对，我就看你们用什么方式捐物资去帮那些，然后去帮助那些药水比较少的人啊。到时候才怎么定的嘛？你们自己还是要会啊。哎，别往前跑，要补啊。没有啦，没有石像鬼了。哦，对，也是要补了。好，那个，对不起，不是大大，不是永远是对的。各位玩部落卡王很正常、啊，卡王问题症结点掉出来就好了。好啊，然后我在点名也没有特别骂谁，也不用觉得特别难过，我没有指名道姓骂，我没有像骂国家机器那样骂你们，你们不用觉得很受伤。那个要打王吧，那个谁有猫右线就有两只，我就寄给你。放在苏轼身上，我需要。我先给你一组了。苏轼爬不起来，几百，真的很几百。有啦，吉莫有给我，吉莫有，我回去问。记得提醒我，免得我忘记了，忘记了不要不敢提啊、哦。好像我 A 你的东西一样。哎、欸，那个帮爱马上单体的帮，哦，上完了。帮奈 ，OK， 很好，赞 ，Happy， 国家机器好了，打一。进门哦。都进来，张欣欣进来啊、哦，还有黑皮，
法师跟小弟优先解诅咒，来倒数上。报告师，今天会打胖子吗？我不知道啊。今天我想要先打罗斯伯。Glory to the master！ 我不知道这个决定会不会好啦。团队先到里面去，所有的远程到里面去。Breathe no more！ 太细了。好惨哦，难度高，难度过吧。Rise, my soldiers! Rise and fight once more! 太低了。小怪啊！大突袭 A， 小不用动，不用动。等一下看一下伤害啊、哦，稍微看一下啊，想记得待会就再看。还是是不是刚才跑位所以我死掉了？有可能。要熟悉了，加死。在探拉，在探拉住。等等，拉住，不要继续打啊、哦！木雨先停手，不谈要去打小怪啊！不谈要去打小怪，记得补之，记得补之那个龙岩主本要双杀。不走，不走，不走。啊！还是有人不知道今天。刚才讲说 MT 是文彦，你们要自己那个不要不一定要听我分配，不要永远只照你的记忆做事哎、欸，这样我会很烦恼哎。快啊！没关系，这个拉一起 A 掉就好了，不用放，用力补就可以了。压力点真的没有很大，以前会觉得那个按钮很痛啊。现在跟后面不用比了。哎、欸，尸体没打完，打尸体，要捡装备是？他在楼上啦。完了，新人跟我说明天要这一场，哎呦，太菜了。那个，到时候还来就全都有你的那个经济影片。喂。还有那两个包包一定要进的。我看一下，你们萨满谁精神最高啊？往回来了，下来了，往回来了，下来了。Rise, my soldiers! Rise and fight once more! 等一下，狂混。都还好。小怪，小怪，小怪，小怪拉一起。他一起有的 A 哦，不要急着 A 哦，这小怪打木衣也是很痛的哦。好了好了好了，剩两三次就单体了。你要永远记得 A 一到两三次，把他把物理过去。看主要是这个，三只以下都出来，三只还算持平而已。那个任务是什么啊？任务是打山区的前半部小怪，对不对？帮文彦上 buff。四区。OK， go。所以那个憎恨先拿出来打。憎恨是不是把前面的四只肥肥拿出来就打就够了？还是要打乱的？我有点忘了，看一下内容。除了任务有解吗？战争的危险。猎者，所以是北嘛。啊，队长的话要哦，队长比较里面哦，比较深哦。就队长跟活巨怪，跟着方块出发了。然后后面还没有跟上。跟着方块、欸没有关系，后面等一下，等一下。好，记得天堂路先跟上方块再做事，尤其是出发机哈，不要站远远就在 A 一。猎人也是靠近一点哦，拉八马就拉八马打哦。他这个怪升得很快了，都跟方块走。新陈代谢比那个赖夫上厕所还快。
你好呀。这个新人要习惯那个船长常常会上厕所。好，跳过来了，就小怪在后面。来稳一下，稳一下。来跟上方怪啊！下那个 DK 大主鬼子，讲师吧，我觉得他，觉得很简单啊。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看你觉得那很难吗？我不知道哎、欸，应该简单吧、哦？因为运气啊，他们都有抽死他。毕竟我们第一天只出去除了大广场，其他的地方靠右贴墙哦。来大只的，大只的，有点多，有点多，不要 A 哦，等等啊、哦，多 哦，后面的又来了哦，小心哦，这有新的哦，先过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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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不会 A 到旧的。过墙会卡视野哦，坦克小心。对吗？行这边。哎，先跟上这边，行，够够够。挺好，非常好，拿给他过来。好、哦，等一下，不要超过方块哦，到那门槛那里，先进来吧。还过门槛，过门槛。暂时调整一下位置、哦，就是稍微跟上一下。OK， 好，看看救了又来，救的不去行了。还等一下补状态啊。帮温念上个单体，确认喝药水。今天大师你小心点，不要 A 到。跳舞跳好啊！哎，色色的实况刚好可以看谁第一阶段就死了。这王自抗嘛，对不对？来来来，小怪亲，对，这个这王有自抗可以先喝。可以救你一次，救不了第二次。来，这个小怪清完，我要开始了。刚才谁没好？我回锅没好，赖普没好，好了大一。我好了。OK， 回锅嘞。我等一下。好。二十秒。好。你等药水 CD 吗？不能完全好了。A 到了。A 到了。A 到了。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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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要进去不要进去，出来出来。不要过门槛哦，大师那个位置太危险。回过好了吗？好了，可以了。来倒数 ，5、4、3、2、1。走，走走走，先开打。我懒惰狗。哎 ，P 是懒惰狗。哎，小怪，小心。来 ST 上来抓一下小怪，不要让他们远程被 S 了。来金山跑好，我没有在看，你们自己带好。谢谢小怪。没有人打我。走。跟远程被烧抹是要退哦，走，近战不能打背，不要硬打背哦，不要死最重要，走，有被喷到、哦、小心哦，自抗没了、哦、15秒后传送，走，走，回来哟、哦！跑跑跑跑，回来，准备一，走二二三，跟骷髅方块，
是，你们都忘了到二就要回来。五，有个三，二没有，我真的怕笨笨个笨。一，第二轮之后才回。三，四，三，三，二，一。嗯，还有人中，二，三，四，不用上去。对，回一，回一。走。三三三，高压？为什么？哦，转中。这个会会喷哦，会喷哦，会喷，往台上走，台上走，我看不到了，我哎还不能下去，还不能下去，慢慢慢，不要急，三，三次，四，哎呦，三，二，有瞬发丢瞬发，好结束了，最后一发我打的耶，那不能下去不走哎。没有了，你帮忙下指令的，不要有多余的声音啦，就是那个就好了啦。因为一群人发麦，他们会听不清楚啦，好不好？亚洲武王挂了，多算了一下。我那个帮上指令的，帮上指令的，那个有些声音还是错的。安哥可以，安哥可以先喝了。我不敢死啊！今天有人帮我拿 buff， 我绝对不能死。难道我的到前面补吗？嗯，好，下一次跳舞统一给。两个人喊就好了，不会像今天这样子，不会把过，虽然过得很惊险，再改进。没有啦，主要是要留越多 buff 越好了。安康喝下去，所有人安康喝下去，所有人。我的天，杀他！阿果的 buff 还在。哦，龙虎还在哦。那今天一样，懒惰狗先坦了，但是你那个仇恨要再拉快一点。
然后保兵的部分，来鱼子叫你们这次捕食的方式是怎样？滴滴消遣 ，WA。那个捕食把之前洛斯伯的那个删掉，改载我这个。怎么删掉？进去 WA 把之前那选到那个上次那个 Lost Boy Healer Tracker 这个右键删除子项目和群组，就删除了。然后之后点左键鱼子酱，这个要等一下哈，因为你们现在是线上复制，它会有网速的部分，一群人点的话它会比较慢。鱼子酱，你把它那个字串复制出来，贴在 Line 或是哪里或是 DC 哦。你直接分享那个，大家去点的话会有网速问题。你会复制字段吧？我会啊，等一下。OK， 贴，嗯，战术那边。哎、下一次第一次一转二的话，我就是认定他没有删哦。然后第二次一转二的时候，我认定他有删。那、啊、你们下次走到三的时候，靠平台近一点，靠平台近一点，你先上平台，再走到第一区，上去吃一下毒物，再走到第一区，你不会被烫死。好、哦，近战注意一下。下一次从 P 1转 P 2的时候，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先上讲台，讲台会有毒物，但是。不会那么及时，不会把你瞬杀哈、哦。你先升上讲台，再走到第一区去、哦，会比较有高的存活率。好、哦，刚才应该是我带到三，然后瑟瑟讲回来，他的回来是只回到一哦。有的人会以为到一是错的，要回到三哦，这样指令不明确哦，请统一讲数字就好了哦，请统一讲数字就好了。大家辛苦拿 buff， 不要让一些奇怪的东西让我看掉 buff。你先决定一下，第一把没有必要滴滴先下线。你第一把有 buff 的先下线啊，有 buff 还有 buff 的先下线啊，其他让他。可是有些不是有 buff 哎、欸。他出来就重置了啦。你只是要看 WA 对不对？对。他出来就重置了。那你们靠外面，然后把它引出来就好了。哦，好。所以来中间这边吗？用宠物啊，用宠物，然后把它拉出来就好了。好，测一下。不是啊，他们 W 有测好吗？有出来了。有啊。对吗？截图。对吗？截图。对吗？那个 W 对吗？顺序是对的吗？有没有看？应该是，没有就再一次啊！不要应该，要确定。跑远一点。你们要进战斗，可能才看得到、喔。有，我们刚好进战斗。对，就再来一次就好。再来一次就好。其他人跑远一点。不用跑那么远啊！他出来就回去了，他也不会远程攻击啊。就惊哎呦！然后我截图贴在闲聊，贴闲聊。那这个棒子，你们要看你们的棒子是跟我贴这个一样哦。哦。赖皮肉皮小麒麟大使关二哥牛岭李尔小李凯伦艾玛肉烧中鱼子酱萨曼莎，没有尼菩萨对不对？所以是12菩萨尼菩萨。啊？尼菩萨，李尔没看到。那等一下，李尔有啊。没有，我说他没看到的话，那就是我再贴一次，我再贴一次。你 WA 的 W 的位置有那个吗？有拉出来吗？你有放到你要看的地方吗？他不会出现在你没有注意到的方地方。你。不是吃要时间走加包子的那个 UI， 是我先贴这个，我贴在团队里面这个，有了 ，OK。那有没有哪位捕食没看到自己的？二哥有看到吗？你有看到吗？你有看到那个名单吗？你有改成鱼子酱了吗？你有把旧的砍掉吗？
好，很好 ，OK。那尼菩萨，你就是救急用的哦。对啊，我说要砍，对我只要确认而已。所以那边 OK 了。啊，所以尼菩萨没有排到是正确的吗？对，他是救急的吗？对，他是救急的。所以尼菩萨会听你扣嘛，对不对？嗯。好，尼菩萨听鱼子这样扣的时候，你再补。收到哈。然后滴滴这边就照旧。你讲你尼菩萨，尼菩萨，有听到吗 ？OK。哦，我再次强调一下上次的问题哦，捕食能够吃，尽量吃的哈、哦。然后法系你们没事哈、哦，没事可以靠近，你知道包子身哪里，就站在包子附近，但是不要在包子一定往王飘，一定往王飘，所以你不要站在那个直径，不要站在那个移动的半径上就好了。你可以靠近它，反正法系距离很远哦，也不用捕你，你也是自救，所以你站哪里的话。没有关系啊，那个可以缩短你们吃包子的那个时间哈、哦。阿九，我一样躺在门口吗？为啥你有痛苦诅咒？没有没有，你一样躺在那个原地，再出来一点。好，他现在这个原地出来一点，然后让他面向门口就好了。OK OK OK。哎、欸，没有，伤心气的安康有剪掉吗？刚他们吃到巡逻的暗伤。哦，没 ，OK。哦，这样子，来再确认一下。先进来紫色菱形这边，不会开战。那我有一个很困难的抉择，就是要不要全上？来，我们第一把先全上，假如。假如没有试得很好的话，我们下一把滴滴先不喝药水，让他先确认一下大家的状态哈。这一把先药水全上哈，伤害药水。等一下懒惰狗，懒惰公爵暗抗，暗抗要喝哦，坦克一定要喝暗抗哦，全部的人都一定要喝暗抗，不是只有那个、哦，所有人都要喝暗抗。还有谁不知道自己棒吃的，现在跟我讲。好，这把先把 buff 都上哈。再看下一把的状况。好，都知道棒次了。都进门。来菱形这边，不要超过菱形。好，确认吧。加油。来确认。肉肉等三十秒。好。包子棒是一样，滴滴没有变，滴滴没有变哦。第一棒是。四个法师除了 Luffy 以外配国家机器，第二棒是 Luffy 跟卡菲瑟瑟，还有那个紫蝶跟那个老大哦，哦棒式都一样，然后第三棒是那个贼，四贼加真煞哦，然后第四棒是四位猎人，哦上次还有配个捕食嘛，哦。啊，第四棒是四位猎人跟阿叔了，然后第五棒就是那个三位术士哈，三位术士，还有捕食哈，然后六七棒都是捕食，再就回来那个法师了。那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还没有人不知道的。然后那个麻烦吴念，看你的仇恨够的话，你也去吃哈。有没有任何人不知道的？急迫者，第一棒打破的是国家机器，第二棒打破的是。那个瑟瑟，第三棒打破的是那个闹尾海，第四棒打破的是唐宇、哦、然后第五棒打破的是 Wendell， 第六、第七棒的话我帮你们打。哎，对，麻烦大家一定要发现不能补 NTE 的话，就是他死了、哦、不能补他就马上补文彦哦，马上先认一下队伍文彦的位置在哪里，认一下文彦在一队，所有捕食看一下状况哦，你不能够补。懒惰狗的时候，你要看一下、哦，你不要傻傻把法术唱出去哦，你会自补哦。当你的目标死亡，这个是补到自己等于浪费了、哦，一定要立刻切文彦哦。好、
谁断线？紫蝶、哦、好了，说一下。紫蝶打一，好了，打一。好，大鼠。好，加油。帮懒惰狗上 hack。好，大鼠了。回春，回春，回春上解毒上。Three, two, one.Happy， 我要继续 OT 啊！哎，第一个出了 OT， 战负他，第一棒我打掉，第二棒大师。光二哥，第三棒，牛里，位置有变了。第二，第四棒，叫李凯伦，艾玛肉肉。帮稍纵鱼子酱，第六帮能吃的去吃哈、哦、上半杀，第七帮来下一半法师哦，好洛比，小麒麟，大使，第一棒来，光二哥，牛铃，第二棒，迪尔，小李凯伦。艾玛，第三棒，稍纵，武安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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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上，你不上，第四棒，开那个破釜，鱼子酱，第五棒，上来扎。Lobby， 开生命宝，第六棒，红灯安康记得补，大使，光二哥，第七棒，牛林。迪尔，绷带，绷带，高力，绷带，碰绷带啊！有毒的不要绷带哦。艾玛，第二棒，鱼子酱。上来杀 ，Sophie， 吃萝卜，叫西林，大使，斩杀、哦，第五棒，准备，第五棒，光二哥，维持下去。牛林，第六棒，顽抗，顽抗，开盾墙了，开盾墙了，艾玛，文彦准备接棒，风太安康记得补，能补都不补哦，然后弥补上，第几棒了？第六，第七，
高中。就是这样，武士都没了，弟弟也没了，第一啊，第一棒来。来文彦，开盾甲，不然会被末日。剩十五万，直接斩杀谁是？快了，十万，散开哦，散开。继续打，继续打，继续打，打他一趴。哎，一点七，很好，很好，很好。被追的继续跑，很好，很好，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只是没有盾墙了。盾墙 CD 多久？29分钟。29分钟，我们去清小怪，清，帮他们解任务，等一下盾墙。就是这样哦，不是装备的问题哦，已经讲过了，不是装备问题，是机制的问题。OK， 棒。我们去清小怪，顺便帮忙解任务，让他们换第三哈、哦，然后等一下盾墙。盾墙满，我们再回来打就过了。是我的错了，我的错了，跳舞机我的错了，我没有很好了，我的问题啦。这个包我背，这个奶我一张奶照，好不好？这个奶你拍。哎、欸，我给你，我寄给你，你不可以告我，你不可以钓鱼执法哦。呵呵，清五嘛，刚剩几万啊？剩几趴？1.7，1.7，9.8万啊！刚看了，你们那一波一次死掉全部捕食太伤，你们暗抗有没有人没补？没有那个喝到的？你们有没有喝大蓝的？有没有没喝到暗抗的？注意一下，来不及，就是一定要第一关要喝即死，第一关要喝即死。第三关一定 CD， 第三关一定哦，第三关还要 CD。你第二关只要慢了哦，就会那个。你们最好把它设在好看的地方，就是听到瑟瑟喊就要立刻按下去，因为那个真的是分秒必争，你真的慢了几秒，真的撑不过去。一定记得第二关不能慢，第二关不能慢哦。你即使你是下一棒补，你要先救自己，要不然那棒一定死哈、哦。然后就是我稍微讲一下补士那边，就是一开始前面有一次绷带，大概就是只扣500滴血的时候叫绷带，那个一定要绷，你不要觉得没有扣多少就没绷，因为那个是会让你绷带后面的 CD 转得回来。然后再来还有就是补士可以的话，就是有空补士只要有空去帮滴滴绑绷带，你也不能够补坦，对不对？你也吃完包子了。哦，啊，你如果要留魔量，你不用帮打，没有留魔量，先不帮打的时候去帮弟弟绑绷带，好吗？尤其是法师他的生存条件比较严苛，帮法师跟术士这种施法资料材料的施法职业，哦，帮他绑一下啊、哦，可以啦，可以。刚才那个真的是差一点点，我跟各位。对啊，跟各位讲，我们真的是这个过话代表我们真的很有效率啊，真的，大家打起精神。你先要打、欸、第一把有他妈有人 OT 啊，哎、欸欸，他妈有人 OT，、欸、不是，刚刚不是国家 OT 了，哦，不是你 OT， 不是他 OT， 是黑山羊，不是，好 啊，你那个会封怒，真的慢一点啦、啊，好不好？慢一点。那个，我们术士这边有话要讲，就是不要绑我们绷带，我们就是有自己的 tempo， 所以你绑我们绷带的话，我们反而会卡一个，哦，就是自救的机会。那法师要不要法师要不要帮绑？可以的话，要啊，那帮法师绑就好了，帮法师绑就好了。啊，你不要等一下，我提醒一个重点，你不要看那个法师身上有毒去绑他哦，毒会中断那个绷带。欸、是绑的人被中断，还是被绑人会被中断？应该是一样的意思吧。被绑的会，被绑的会中断。对啊，对啊，那不一样的意思，不一样的意思。可没有木雨，
当我已经强调过非常多次，当你们法师已经知道包子从哪里生的时候，你只要不要在他的行进方向，比如说他今天长在一点钟方位，那你就是稍微测一下到二点钟，不要离他太远。等于说轮到你吃的时候，你可以继续输出，然后直接往你的左右后方稍微走一步，就会进到包子的位置了。哦，这个东西我已经强调很久了，你只要不要影响到其他人吃，你站哪里的话无所谓，越靠近包子越好，好吗？所有的法师跟法系自己知道一下这个机制，不要造成说太多的跑位去浪费你们的 DPS。这个我已经强调非常多次了，你们就是不要妨碍其他人吃就好了，好吗？好，木鱼，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吗？啊，木鱼，你等一下不知道在哪里，你就跟着紫色走，我会在我身上挂一个紫色菱形，好，跟我走。然后你先要打哪里？大没有，就清小怪，先清小怪，先看状况。好。10:50，所以11:50可以再打一次。来，可以拉，这个也是拉出来打。那两只，一人一只。我右，这两只要先拉出来。菲菲，哎呦，怎么都是？完蛋完蛋了！谢啊谢啊谢啊！完蛋了完蛋了！我讲的是，他可以晕，帮忙踩一下那个。左边两边有藏着的怪了，来尽量打，尽量打，太激动了，太激动了，等一下。还有26分钟可以打。好，这个会最猛，等一下，等一下。不好意思，不要 A 哦。我一时太兴奋了，没有注意到，我应该要小心一点，我的问题。对，集火，集火打。我的问题啦，我的问题，这我没有弄好。好魂的先不要进本。我的问题有了，稍微稍微稍微，我太膨胀了，对不起。清多少算多少。好魂的先不要进本。那你们等一下试的时候，假如离他差太远，不要把盾墙开掉。来把人活，那你把人活起来，啊、其他人顺便跑啊，一边跑啊，其他人一边附哈，好不好？这样比较快。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氪金副本哦，好，大家冷静一下，我来，我说我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还有，我看20分钟，盾墙才会 CD 好。哎呦！那一趴要我的啦，我刚才都在当熊，在打混，我那一趴我的。
不好意思。好久没有这种心跳的感觉。把你的热血留在20分钟后哦。20分钟后我们要走推了。看他差90000，就我在地上躺着，很堵烂，好不好？不能帮打了。buff 哦 ，buff 上一上，不要拖时间。等下你们看到那骷髅头要先杀，然后叉叉会冰追速哦，冰追速不要对人，不要对兵，不要对人，坦克拉住那个懒惰狗，那个再拉住你拉三角哈、哦，记得不要面对人，你们等一下就是靠把他面对墙就好了哈、哦。不要膨胀，哎、欸，对，等一下，等一下可以绑魂石哈、哦，等一下可以绑魂石哈、哦，然后等一下我的附身 CD 也会好，等一下啦，我说打洛斯伯的时候，你不要用掉就好。现在补品还不用喝哦，小怪先不要喝起啦，好不好？先尽量清就好，应该没有那个严重。来吧，快打吧，而且很棒啊，来 go。中间那只会恐要集合打掉啊、哦，然后另外两只要靠墙，那个会冰追速啊、哦，这个要集合杀掉、欸。不要靠近，不要靠近那两只，那两只不要拉一起，那两只不要拉一起，它会法师的技能，然后烈焰要闪一下。你说叉叉跟三角两只啊？对，它会冰，它是法师，哦，会冰追速跟烈焰啊、哦，小心不要两个拉一起，免得一起吃招啊。哦这个是暗影暗骑骑士，这么绕口。队长会那个斧头啦，哎、欸，这个可不可以先拉侧边？是不是先拉侧边，还是先拉这一坨？来来来，小只的没有特异功能，只有骷髅头那只会在那边转圈圈。死亡骑士队长会在那边转圈圈。啊、哦，等一下。我不知道被拉到侧边了，可不可以先拉侧边？有一个这个怪物出现了，请每任务的奖效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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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任务的，你直接有，应该都有，应该都有。OK， 这个直接秘法设计拉就好了。来选好自己的目标。打骷髅头啊，小只没有特殊招啊。啊，等一下那个结构体不要到里面去哦，都会恐惧，大只会恐惧，出来一点，出来一点。到了。爆爆爆！好呗。没有没有，没关系，直接接就好了。直接接就好了。又是我的包。这只会旋转哦，近战小心。对，也会恐，队长都会恐，又会转哦，又恐又转。哎，是队长恐还是另外一只恐？是我记错还是怎样？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不知道，还在看。这只会转的会恐吗？来，你们回一下。等一下，拉左边的构造体。刚好背对的时候被击晕两次就掰了。你又死了？对啊，我们要带位的，刚好被击晕。这个幻影可以拉我先拿。那幻影来了，要求西朗你先去，没关系。11:25，希望你能回来。如果没有回来，我就要。左边先拉出来打、哦，拉出来打、哦，不要在里面打、哦，拉出来打、哦。
那个没有标到，哎、欸，远程后退一点，这个顺皮斩，远程后退一点，不要哦，养成良好习惯，不要来近战边看哦。你如果很好奇里面长什么样子，看了一眼就回去哈，哦，养成好习惯。是不是只要打队长而已吧？队长打过就可以换北北那边。嗯，队长还差四个。队长要到里面内区了，这里没有队长。好，可以进来了哈。那右边的先，右边的铁匠。你们都还不知道自己，我是也会忘记啊，这很正常，所以我们。有，没有那个任务？那不是一直在分享吗？你任务是满啊！小可爱距离太远，到底是多远？你跟我的距离到底多远？小可爱已经有这个任务了啊！骗，在骗他！战争的回响，这个、哦、小心那个小心。OK， 格拉 ，Go。这个不是大家都有了吗？拿回来一点。这个会击退哦。小心你的背箱。猎人夹死了。招出狙击杀，招出狙击杀。阿叔，你那只记得要拉靠墙，他会拼追速跟猎人法宝。一样拉回来打，我、哦、那两只黑影可以拉一起，他、啊、那个法师小心拉回来一点，三角要先打吧，这个超痛苦，没有啦没有啦，叉叉跟那个啥那个法师不要先打，骷髅叉叉先处理掉啊！啊我跟阿叔玩的那只小子，11:03，还有17分。来 go， 咖啡我先拉。八五，出来一点，出来一点，补一下，骷髅帮忙拉一下。哦，是死亡骑士会恐啊。叉叉打死，这个死亡骑士会恐、欸。好，好，好，你是兴奋到喘的，是不是？下一个三角形。啊、哦，这样好像被告，对不起，不良发言，我被恐了。哦，就正方形。为什么每个女团员装装的都知道 ，Luffy 到底平常在干嘛？干，他就是代替我们关心女团员的身体状况，一起来不来点东西哦？好，差一只队长了，对不对？这一坨打完就可以后退了。差两只，差两只，为什么差一只？啊，我知道，差两只是因为前面第一次面半团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跑魂了。哦，你们有人跑魂，对不对 ？You need something？For the alliance. 那个学东西吧。Can I help you? 制造系的。Have a good one. Greetings. 制造系的才有吧。See you later. What can I do for you? Be careful. 来，巡走了，可以拉。选好自己的目标，各坦克，够、oh, 很好。拉回去一点哦，会恐哦。拉回去一点哦，离那个门口远一点。拿回来一点，各坦克麻烦了。三角帮忙拉了。
这是三角是新仇恨吗？没有，那恐惧会新仇恨。会有一只群啊，会有主群。6分，还有14分。5, 4, 3, 2, 1. Out of range. 都会考吗？被死亡所触碰的战士。战士他会不定期的去仇恨，所以他左边就要抓回来。来，这个拉出来外面打，左边那三只。看好，看好，出去，出去！真的，你不要坏习惯，一往前没有讲往前，不要到前面来啊、哦！不要到前面来。好、哦，这群恐骷髅先打，骷髅先打，安迪门口远一点，不要被恐进去了。下一只三角，到他吧，他不打，诅咒要加解。哦，叉叉啦，讲错，我理解。没差啦，反正这个团最累就与艾罗而已啦。两个仆从在砍捕尸哦。至少，哦，对不起。三角，三角，打死。那为什么是小兵死？要解诅咒啊！要解诅咒，尼普萨妈妈看一下。哦，应该解完了。够了吧？够了吧？够了吧？哎，唐宇走了，走了，给打上瘾了。够了吗？解完了吗？八只啊。嗯，八只啊。毒翼捕猎者是在里面还是外面啊？哦，那是蜘蛛，三只。OK， 火炬怪在里面吧？对不对？里面在那个缝补者前的，等一下肥区这边的站台啊，你们要喝自由行动药水啊，不然你会被打晕在原地啊。自由有吗？后面没有啊。火炬怪没有啊，在里面，在里面吧，在那个过河里面吧。这个 buff 冲上，现在是来来来。一往这里清一下毒翼蜘蛛，那个你那个清到恐怖者太久了，毒翼在这边吧，三只绿色的，小怪群先拉，攻三小，有一群小蜘蛛，上次是拉到两群小蜘蛛哦，最好是只拉一群哦，你们给猎人去拉吧，相信唐宇好不好？相信他。Trust him, family. 要等小蜘蛛，你不要拉那群大的哦。如果不拉小群的小蜘蛛一直不来的话，拉左边的那群小蜘蛛哦。来了，11.09。5, 4, 3, 2, 1，瞧，瞧，两群啊、哦，一群，好，这样子有一群，是哦，不要群草哦，不要群草哦，哈哈，群草会像，不会像瞬秒，这一只也是很痛的、啊，左边小蜘蛛。哎、欸，你这样子会 A 到右边。OK， 好，算我没事，算我没不够小心。10:10，还有10分钟。温燕跟莱洛果，你们还有10分钟对吧？
十分钟什么？盾墙啊！我剩五分钟。那文彦呢？六分哦，所以要提早11:17。哦，这个那个武装月亮，麻烦卡飞放快，然后等一下一个灵形给那个紫蝶，那个给瑟瑟蜡烛，给瑟瑟，不好意思，瑟瑟蜡烛。那个记得叉叉跟三角这两个坦克不要靠近人群哎，然后骷髅把它留在斜坡这里，补那个懒惰狗的，补懒惰狗的留在斜坡这里。Turn back while there's still time。现在 MT 是懒惰狗 ，OK go 拿出来。我月亮，好月亮那个不是紫色先清了、哦，月亮方块跟菱形先清了、哦，三角要拉出去哦。不要在一起，拉开紫色的，拉开。懒惰狗的诅咒，剪掉。现在紧，把这先解。哎、欸，哦，我拉错，拉出来。你们拉过来啊！哎、欸，你们拉太远了，拉出来一点就好了，还是要用 A 的。刚刚有点交往过的阿叔，不是阿叔是谁？不是阿叔，不知道是我下达的，不知道。这打一拖要回洛斯伯了。这打一拖要回洛斯伯的呀？回洛斯伯开打。11:17，盾墙开始转好。那不用直接走回去啊，走回去要时间够。你们礼拜三来打蜘蛛去的时候会刚好，指数刚好。带路啊，那个谁带路？还缺两只，那里只有你会再牵一只，要打完一网才会到后面下一只。所有人喝、啊，暗抗先喝哦。所有人喝暗抗，所有人。不管你是谁，妖兽看他状况吧。没有状况的话，那个请同学在吗？沃夫朗一样，因为已经一趴了，这把一样全上吧，八五全上，加油！全喝啊！欸、自抗不用吧？自抗可以喝啦，你有带可以喝。这支其实有，但是很少，欸、可以很少。可以喝，自抗现在不会， oh. 反正让他跑 CD 了。你可以喝小罐的，这支的自抗真的是，这个支其实可以喝小罐的，因为主要是暗影伤害，它就是那个毒啦。但是那个毒的确也会消你的血量啊。其他的捕食原则也是一样，假如他要丢你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我忘了会，他是随机丢，我本来以为是全部人都会丢，但其实也还好。沃夫朗，你回来了吗？回来的话回我一个二。你是问妖兽还问沃夫朗？哦，不是啦，妖兽啦。沃夫朗吗？妖兽，你在不在？有的话给我一点回应，妖兽。这样好像讲碟仙了，妖兽，请回应。看来就不在了。把那个沃夫朗，你开游戏吧。把那妖兽踢掉，换沃夫朗。你打个字跟他讲，这样点点点是这样。怎样？误会他了吗？哎、欸，他回来了，回来吗？回来喊加回来啊！抓去了，哦，靠背啊、哦！哦啊，搞事王者，沃夫朗最骗浪费者，啊，可不可以专业一点啊？沃夫朗，听到吗？哎、欸，干、欸！我忘了带那个黎明之印，操！坑，我坑了。
阿九，你分一下奥金机械幼龙要给谁？可以啊，可以试啊，可以试啊。不是，不用不用分配谁带，你们自己谁做谁装一下、啊。这个还这个还要我分配吗？那个还要工程学300才能装啊。啊，一堆工程学300啊。我身上有一个，我要给谁？你跟我讲。哦，对，你们明天记得去拿那个奥格玛拿黎明回击，可以加耐哦，记得加减拿一下。那能用的补品真的能够凑的，大家分享，有人分享出来的时候稍微嘛。方便的都去拿一下，真的，这个副本就是这么麻烦，就是无凭压制这样而已，真的。哇，布朗看来也挂网了。这个要五只才会抢，不确定他们做了几只，但是有弄的话可以加减用嘛，加减用。因为他也占一个 debuff， 不是吗？占一个。谁这边呜呜？金枪，沃夫朗也不在，然后妖兽还没回来，所以我回来了就是他吧。谁回来了？谁？没有啊。妖兽回来了吗？哦，厕所的回来了哦。啊，沃夫朗嘞？小麦达斯就没回应啊。这样很让人难以抉择哎。就39个打吧。好吧，你各位加油吧。刚才的状况请注意一下吧。那个捕食没有拿糖，找术士拿糖哦。buff 要全部重上一遍。确认一下你身上有没有还有 buff 没有喝的。确认一下。大石说妖兽有回。妖兽有回吗？有回，我没看到啊。有吗？我没看到啊。我没看到啊。哪里？按抗击的。要打字啊！要打字。妖兽在吗？那个懒惰狗。妖兽在吗？哎、欸，他到底回哪个频道、啊？不是你。你们谁知道的可以讲一下。他不在吧 ？OK。哦。等一下，大使，你的暗抗。大使这个骗子，骗我，骗人死。那个糖果的话，三个数字的补量都不一样哦，所以补师最好每一个数字都去找过一轮。其实最多也只吃到两个。TD 也是不是也应该拿？来，最后一次确认，最后确认不啰嗦哈，要开打了哈。等一下你们看状况，假如不理想的话，不要把盾墙开掉哦，记得。好。buff 全上。没有吃没有吞的全部都上。哎，牧师还在外面。来，都靠近，都靠近，回神。等一下，小平，小平还没回来。哎、欸，他在坐场，啊。刚才不应该让妖兽离队的，要先确认，我下次应该先确认大怒师在不在。不好意思。OK， 倒数。好，路飞，你可以招你的龙了。等一下，路飞，装上去要时间30秒啊。路飞怎么了？装上去要30秒吧。30秒。好，等路飞。回神啊！不要看网页啊。我们39个打，但是还是会过啊。这样子也要干嘛就好了，大家加油！来倒数，好，开始啊！上 Hart， 不是上他，懒惰狗 MT 哦，上他 Hart， Go， 来 D。
敌方出来了。Loki。小麒麟。大师。二哥。三。牛铃。比尔。小丽凯伦。艾玛肉肉。四。超重。鱼子酱。五。萨曼莎。哇，补那个温燕，补温燕，萨曼莎补温燕。六，要帮打，六帮打，是的，继续打，继续打，继续打。手臂。七。不要再补，不要再补。尼布萨。七打掉，远程吗？帮打一下。关二哥，还是法师。牛铃，法师来。比尔，法师来国家七这边。小李凯伦。艾玛。等你们可以让他飘了啊、哦。中。三，还没三，还没三，三狙打，狙打。我好了，叫你们继续打，继续打。三，你不是啊？五安康，五安康，安康啊！开刀，我先开刀。没了，好了，够。我先倒了，来往门口集合一点，往门口集合。来看一下死因，看一下死因。把武器往门口走，看一下状况啊。这个现在练到这里不是任何一个问题的啦，都是会有灵魂，不会带你。那个滴滴，你等我完全call的时候，我会让他飞一阵子再叫你们，不要刚升。第二轮开始，第二轮开始哦，不用一升你就走到那边去，你会手比较短，你会手比较短。就是这个节奏啦，前面不要乱就好了哈。不是看一下什么状况，看是断档呢还是？坦克运气不好。You've got mail。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血量没有 buff， 掉血的节奏可能不太一样吧？有可能，所以你要穿一点。就你补太慢，没有关系啊，就看什么状况排除就好。没有要讲谁啊，就是要知道症结点而已。找问题啦，找问题啦。因为有感觉到，就是跟第一把补血的那个节奏不太一样，血量有变得比较低一点，所以可能要抓一下。然后我刚才不知道按到什么法术，我竟然也进习题。奇怪。嗯。哦，跑完，跑完。什么东西？妖兽回来了吗？好像还没。那你看，你如果比较软的话，自己要调整状况啊。我已经穿全防了。对啊。妖兽不回来了，那也有回是不是？
靠腰讲干话干。好啊，你去加个血好了。啊啊，还是我刚才没给你们猎人有差吗？哎，我给错人了，靠北，我在干嘛？在帮。把那个应该可以不用同队吧，捕食可以不用同队了吧，对不对？龙真的有用，那个 MT 跟那个懒惰狗跟那个温燕的捕食，请注意一下，就你们的位那个小队伍改一下，应该不需要让你们同一队了，让你们自己去看一下。然后之后的策略就是没有我你们那个这次打过之后，下次换温燕打哈，一定轮流换哈，你一定要那个节奏，就是反正你们谁有状况，我一定要另外一个人把他顶上去，没有所谓谁是 MT ST 的。没有要打算分这样，然后武器记得装回去哦，然后暗抗可以喝，暗抗喝，暗抗喝。冷静啊，冷静啊！好呀，喝到大蓝，妈的！白痴啊，那个差那么多，干！可以给猎人装，因为猎人能换。没有啦，那个可以战斗前叫，那个是影响还好。然后其实还好啦，我们火力不差那一点。刚才是因为很多人暗抗没补到哈，刚才不是那个问题啦，刚才不是那个问题。家里有事来的，有。你要啊你。你自己开麦啊，你自己开麦，因为本来大家反应一定会有差、啊。我也在看别的东西，我觉得你们坦克自己要能够开麦提醒一下，除非你状况有意外或者做个聚集这样。妖兽密小，啊不是他们也不一定能补啊，我也不知道说那个拉了妖兽在吗？飞机队可以换一下吗？我换术士拉他，那我换猎人，我换法师。你不要回过不用换，我开我啊看我的术士还在灵魂之外，你换好了。干你娘嘞！我吸个碎片快。开术士这样。那妖兽，你先去那个飞机队，再把你拉过来。差那一脚啦，大家加油啦！虽然说 MT 掉 buff 也是有差啦，哦，就真的差那一脚，没有啦，都不是 MT 的问题，也不是补的问题啊，是我的问题啊。前面那个跳舞机不要死那么多人就好了，第一把就过，我完全没有料到哎、欸，干你老师哎、欸。气泡水喊一下，等一下，起好了。妖兽喊一下，赔什么？你还要人赔哦？咖啡赔你就好了，还要人赔哦？你是有多贪心？嘿嘿嘿。干有一个干有人在追我，那我还是不要过去好了。你哪嘞？你妖兽要小心哦，有贼哦！
干一群人，这群人真是是就是他妈敌人了。妖兽，你等一下走右边。妖兽拉过来以后走右边。哦，走右边。有法师过去了，有法师过去了。猎人，妖兽，赶快上马走。主他，你先走，你先走，你先走，往右手边走，不要走左手边，绕一下，绕一下，那里有很多贼。完蛋，这个掉血。哎，其他人自康安康补一下啊、哦，自康安康补一下，药水上一下。不要发呆，虽然说在等他，不要发呆，好，不要浪费时间哦。buff 上好了吗？差一点点了。他进来了。OK， 很好，拿过来，拿他。很好，很好。这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就在等你啊。这一把就在等你啊。刚刚有把武器的记得装上去。哎、欸，武器状态调好、哦，回神。来帮那个妖兽西，妖兽西郎那个补一下 buff， 来确认哦，确认。药水是第一分，没关系，确认而已。七队的安康不用安康，这只不用安康，那个不抵抗的上了没有用，没有关系，缺安康没有关系，那个伤害不抵抗的。哦，你们下次不用上安康，这只那个不会抵抗，所以不用上安康，他没有其他暗影伤害了。哦，准备好了，来紫色菱形这边。来稳住啊，稳住！文言还在后面。那个老大，药水西郎、欸、是那个 buff 安康不用上，药水还是要喝哦，全部的人都要喝哦，全部他妈都要喝哦，不要搞我、哦。文言前面一点，紫色菱形这边不会开战。Do not continue. Turn back while there's still time. 好了吗？老大来，紫色菱形这边，没关系，这里就 OK 了。好，没有啊，还没什么东西。哇，赶快，那、啊、OK， 上哈特倒数。5, 4, 3, 2, 1. Happy.慢一点，仇恨看一下布鲁贝斯。好 ，Loki， 太远了，你离太远了，往回拉一点。好，还是第一棒，刀子，再拉一点，再拉一点，再拉一点，来转向，二哥，二棒，打完，牛铃。三棒，凯伦，哎，有 OT 啊！飞，好，不是太慢，来，重新，回门口，什么状况？凯伦补慢了，那个 W A 就是上一棒补了以后，他会下一个秘密哦，那。你被灭的时候，就算我没抠到的话，你要好吧，就当你按的那个了，就这样，知道坐哪里了，知道再来，再来，很快的，武器可以先发掉，
刚还以为 OT 耶。不要紧张，放松啊！你越紧张越不好打，放松好不好？松的跟我肚子一样松，好不好？你可以用你的迅捷啦，假如真的不行的话，自然迅捷就放下去了，把那个放在好岸的地，没有那么困难，不要紧张。你要想，我们是在很有限的时间可以踹到这样已经很棒了，但是一不我夸也不是啊，我也怕你们那个啦，就谨慎对待。阿叔怎么进本了？人还没死光？你又被拉一次吗？没有吧？他刚是被卡在外面，卡在副本外进不去。啊，那也要小心哦，死光了吗？光了，他进哦，卡在外面，哦，卡在外面，不知道会不会被杀、欸？有，刚刚有贼偷袭阿叔。刚运我刚好又进去了，哦，不会啦，那战士哎、欸，战士被贼打死，那不是有够好笑？哎、欸，我发觉我的那个磨刀使用超快的，我一把承接器我就磨一个。哎、欸，现在11:38，复活满开打就40分了。今天这个玩我们只差一趴就过了，你各位甘愿今晚就这样结束吗？认真一点打最后一把哦。啊，还没有最后一把，最后一把打。哈哈哈！哦，对不起，我误会你的精神喊话，我破坏你的那个一鼓作气的那个。他是说赶快打完，他要去玩2077吧？哦，什么？赶快打完，我们去打蜘蛛一了。2077，赶快打完，打到12点才要休团，因为攻枪小。复活的赫安抗，我赫安抗哦，然后有把武器的记得装上去。差一波你睡得着你？国家机器人有 PO 那个装备的那个哦，大概定稿在那边。你有任何有一个人有提问的，麻烦跟你们群组聊一下，或是来直接找我们反映哦。看起来有一段时间要打喽，好，有一段时间要打。不会那么快结束的，你各位还要听我多说很久啊。我们最大铁板是4DK 啊。来福没有喝金链，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你看你没喝哎、欸，垃圾，为什么没喝？操！哦，所以我这一把喝你们都要过咯，看。哎、欸，你这个是反客为主哦，当然检讨大家。我现在喝了，所以这把要过了。啊，我等一下送你一朵黑莲花，不要吵。黑莲花不够，你给我成品啊。可以哦，我仓库很多，刚好可以做成品。干你不要绕赛哦。干这段我连剪进去，他妈的！你不要替 live 解围好不好？39根哦，可是我就23根。阿叔，你要给我5瓶那个。法术精炼吗？好啊，等一下我跟我拿，我等一下去把它下架。好耶耶耶！我挂399，怎样？分装要先不要先分？好，都要时间。51伤害没有法子要，因为都蜜头吧。对，这个要的，这个帽子要的打二。法系看一下，训诫法帽，51点法伤。如果没有人要的话，就给黄哥哥。医生要带蓝度国家玩意。OK， 没有跟我们打的策略也是的，他们有人先去帮他们接任务了。我其实我应该是要帮你们先接任务。
有没有要分？没有，继续。没有了 ，OK。河岸康水到紫色菱形这边 ，buff 上上。像妖兽跟小可爱回过，给 CD 一分哦。好的，打一。一分你不是只要等两分再喝吗？那一定够，那没问题。药水 CD 多久？一分。一分。OK。我再等个分钟。不是啊，他说四吧？怎么可能？药水 CD 四分钟。来，准备倒数。好，刚来就给我上 hard。准备倒数。Four, three, two, 大家靠前。你记得啊，不要OT啊，先给他打一下。加油 ，Happy。Happy。麒麟。第一棒。大使。有点歪一点，光光二哥，第二棒 OT 了 ，OT 了，哎、欸，不要 OT， 不要 OT， 慢点，慢点，这个不用用力打，等四炮再用力打。牛林三，小李凯伦，我是二，艾玛三，三在后面。高中，女子将四 ，OK， 来五，上半场六。IP 装逼小西林大使第几棒啊七啊下一棒是法师的下一棒法师法师好关二哥你们等可以等一下去打哦不用直接去冲他牛铃，我要得补早了。一二，凯伦，艾玛，挑中，挑中，补暗抗，补暗抗，暗抗补下去。三，鱼子酱 ，OK， 要不要四啊？三班三，开屁，五，高飞，七零，六。绷带安看满了，记得补。捕食能吃来吃，捕食能吃来吃。光大使，光二哥，一二，来法师，回到一，还没，还没有，还没有，继续打，继续打。海伦，继续打 ，OK， 一，绷带，绷带，艾玛。继续打哈，先不要吃哈，继续打，等让它飘，让它飘。这样。二，你不上。哎，入口开装。开生命宝石。
Happy， 单狙打，狙打，大飘，时间还有。Lobby 单。小麒麟。吃萝卜。红带萝卜。是。二哥。红带萝卜不要提了。喵喵。补安康，补安康，先自救啊，先自救啊。海伦。随时要换文件哦。艾玛。高中。六七，可以打了。下一棒法师了。好。一将。二。带绷带。我挂了。干嘛杀？法师。包子。等一下。弟弟不要死。继续打，继续打。艾比布。你不上。大使。可以斩杀都斩杀。第三关安康要喝哦。我要开盾墙了。第三关安康要喝哦。好，不用开，我不开，我不开。尼尔，开盾墙了，开盾墙了。不过，好。海伦。艾玛。弟弟死光了。有没有人忘了喝第三罐的？我是来不及转第三罐，我就挂了，而且我崩在六分 ，DAPS 不太够。对啊，我也这样觉得，是不是？我们把一蜘蛛一注意打掉，来跑魂。跑魂吗？嗯，差伤害啊！我的错啦，我的错，我的错。其实我可以跳过他，先踹别的。我的错了，反正这个东西就是我背就对了。我们已经找到第一把是谁的锅了。我刚才有点包子有点乱掉，因为我今天在打滴滴，不好意思，那是我的问题。我好像没有喊好。啊，你们有没有包子吃错的？那、啊、你跟我反馈一下，看什么状况？我需要一点反馈哈，我需要一点反馈。四棒有人吃我的包子。四棒有人吃你的包子啊？那、啊、你们要记得，假如你肉吃的话，你们要去捕食的轮次吃，不要吃下一棒。哦，你们假如棒次错的话，记得要去吃棒，不是的棒次哦，棒次不是胖次哦。对，你们那个站台没有啦，中间那个位置有乱 ，OT 真的不要 OT， 前面真的不要放开打，前面还不到放开打的时候，前面你要等那个吃到 buff 以后再放开打，不要 OT，OT 会造成那个很严重，因为包子位置会变。包子位置的变，他们滴滴就要去找包子。找包子的话，就是造成过多的移动浪费哦。来，蜘蛛这里那个回一下吧。那个我再去看 W 希尔吧，真的差一点点的。如果说真的只是因为 War Buff 的话，那就是我的问题了。哦，不是你各位问题。今天补食 OK 了啦，这样子很稳。好、哦，有时候就是差那一点默契啦哦。哦，对啊，哎、欸。为什么会没有喝金链？哎，这个绿装，这个绿装捡起来。剩几分钟，我们把 buff 啊，先 buff 吧。哎、欸，唐宇，等一下，等他们 buff 一下，稍微加个奈，稍微加个奈，哎、欸，稍微加个奈，让他们回一下。
要说烟，上次喝泰坦是我讲的啊，你干嘛不要那边不要那个？那我讲的啦，不是他的问题。妖兽烟岛为什么你们两位今天都没有经验？啊？谁炉死了？嗯，小宋。哦。那怎么办？飞机队把他拉过来吗？你们会接飞机队拉，然后我打怪，我清小怪。卖刀，卖刀，卖刀。哎，烟岛，你忘了带要讲啦！还有妖兽，为什么忘了带要讲？这个东西，说实在，你讲话借一下没问题啊。你如果被抓的话，我很难跟其他人交代。那就我们先开怪吧。虽然说它的用不会增加伤害，真的会大大提升各位的生存能力，而且真的就是大喝了就是陪喝了，全部人都要。那个受众你喊一下，一团喊一下。哎，阿叔你不要换啦，你让他们去拉，让小麦达斯还有那个鱼子酱跟那个回过去拉。你要坦克，你不要拉。然后鱼子酱走了，所以捕懒惰狗的那个肉帮忙看一下。来，这个汤鱼重复开，然后拉回来。然后烧中你那边先退队，然后地团那边喊一下佳佳。那个我拉月亮飞，那个咖啡拉方块，不好意思，我可能会稍微拉错。记得仇那个诅咒拉开，诅咒不要拉到近战来，解掉人体诅咒，解掉坦克诅咒。那队长是谁？大姑娘是队长。不是先打骷髅哦，我看到有人在打骷髅哦。你们退队重组就好了。好，先打这个没有月亮跟方块。死掉了跑文吧，好，死掉了跑文吧，不要泄气呀！你各位不要泄气呀，该做的事情做好啊，不要泄气呀！那我觉得还是要一点那个吧，那个。少壮，你应该就直接命九姑娘一二三吧，他就直接煮你了。诅咒要先解掉，刚才是被一堆毒冲掉的吧？我觉得啊，这种事情哦，讲过很多次了，你有问题提出来，我们帮你解决，但不要不讲，因为一定会被发现，不管是事后还是途中，一定会有人发现，那这样场面真的不好看了。那我觉得也不能说都不处理，那就是。那我觉得那就是请两位拿装顺位就往后挪了，那是要做点处理了，总不能让大家就说反正没有喝没有关系这样。然后啊 ，life 一样嘛 ，life 一样没有喝，他也跟你们一样嘛，好吧？我对你也没问题啊，一样处理方式啊，仪式同也没有说他就怎样，对，就这样。大家过来吧。啊请记住，你有任何状况药水不带够、没带够的、忘了带的状况的话，直接讲，看是要直接回去拿呢，我们再拉你一次，或者说现场借一下，这都 OK 的。我一定都会多带，我一定都会多带。你密我，你不好意思怕被骂，密我没有关系，我不会把它讲出来啊、哦，我都不会，绝对不会讲说那个 Luffy 悄悄的跟我说我没有带纸卡，挡一下，好，密我没有关系。来猎人啦，选好目标，然后等一下那个骷髅头进去坦，骷髅头进去补那个懒惰狗了要进去哦，补懒惰狗要进去哦。我会卡墙边 ，OK。
记得这群都要用宠物啦，都要用宠物啦，他那个拉才不会瞬间拉人哦。哎，骷髅，骷髅，进去一点，骷髅进去一点。这个东西很简单，但是细节你要注意啊。我今天给温燕谈哦。OK OK， 今天温燕 MP。阿叔身上诅咒。上次是懒惰狗拉嘛，这次给温燕谈，你把把解决掉，请不要出大错。这个菲菲有没有在训解药水？我这边有，如果你没有的话。我把队伍调回来一下。来，我刚才队伍没有调好，反。Welcome to my parlor。哦，轻羽毛。记得哦，摔下来救一下自己，反落树都可以，注意一下状况。Life is meaningless. It is in death we are truly tested. 今天 MT 是那个温燕哦，今天 MT 是温燕哦，请那个补三来看一下分配，请三 T 跟四 T 的去看一下 MT， 其他没有分配到补石库团队。哦，五队、六队。七队、八队、五队、六队、七队、八队 ，P2 的时候到这边来 ，P2 的时候到这边来。开场先把两只怪拉掉，哦，因为我记得开场要喝自由行动药水哦。我先接了，我变身可以接，我比较方便，所以我拉一只哈。哎，这开场这两只弹在哪里？左边，都一律左边，小怪都一律左边。药水还是补一下，麻烦一下，第二次浓而已哦。该准备，该喝的还是要喝。是像个心灵之火。帮自己上心灵之火，帮自己加护甲啊、哦！那个击飞是有那个护甲伤害的、哦，会帮你减免的、哦。万全的准备都做好，我们再打啊、哦！自抗可以喝啊、哦，可以救你一下啊、哦！还缺人？那我那个温燕跟懒惰狗都去打王哈、哦。我拉骷髅，那个麻烦阿叔拉三角，咖啡你滴滴就好了。OK。OK 吗？哦 ，OK 的话，我分配的话打个一哦，让我知道一下，以后都习惯这样子，好不好 ？OK。OK。倒数。我需要回馈，不是回馈看。Four, three。等一下。别说等一下，没走什么啊？直接怎么样？没事哦，那重新倒数。哎，记得你讲等，我没紧张。Five, four, three, two, one. 懒惰狗去打王，你不要跟我抢。我刚才讲了，去打王。不要跟我抢，来近战来打。骷髅，嘲讽一下。你真的节奏要听清楚，不要做奇怪的事情，我会生气。讲真的，打掉他恐爆了，来打王，不够里面，再里面一点，再里面一点，对，你其实要往你的右手边那来一点，这样会有一个很好的，来等一下。没关系，你可能有习惯跑吧，我这样让你。外面的近战分散哦，近战分散站哦，不要站同一个点哦。自救哦，摔死会摔死，要喝池塘哦。来双黄松风暴了两秒，到左边，坦克准备跑喽。古温烟，准备 AOE。
太早了，还没动。好早了，是不是？嗯。来来来，其他人过来，不要上去，冲上去，你冲上去黄群风暴，不要冲上去接，等他出来一点。哦，远程除了补温宴的，其他的过来，他可能会走更多一点哈、哦。在中场的看一下。哎、欸，还在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OK， 没啥。布兰多狗到了，布兰多狗开了那个，来小虫。打王打王，哎、欸、怎么了？拉太远了。收图腾。无人中杀再来一把吧，无人中杀再来一把吧。我没有站到门口底，怎么会这样？里面图管了，图腾先中杀。哎、欸，讲话挺好，讲话挺好。然后。讲话挺好，我刚才讲了，懒惰狗跟吴念去打我，他、啊、就不要来跟我抢抢，他怪了。这我没听到，抱歉，抱歉。Rebuff 帮了死掉补一下 buff， 不要搞事哦，不要搞事。哎，自抗有多的可以先喝，没关系。那个黄总包又救你哦 ，MT 也是一样。那、啊、你刚才跑早了哦，你再看一下那时间轴，地面到他不是会立刻仓哦，你要看一下，我会叫近战先跑，那、啊、你自己要抓那个时间点啊。啊？什么？再确认，刚才没死的补一下 buff， 刚才没死不用补吧？但是有掉的 buff 补一下，死掉补一下，拜托，稳稳的把它打掉，不要闹。不是闹啦，不要紧张啦。不要紧张，讲闹好像没有礼貌。不要紧张了。你让牧师心里之火重新上。简单东西不要紧张，不要犯错就好。应该都是紧张。我穿猫装，等一下可能会软一点，那再注意一下我的状态。今天剩五分钟，可以，够不够？开场喝自由啊，滴滴记得，你的药水吸滴，我等一下三十五秒好吗？好，那个自由会挡掉那个撒网，就可以增加你们伤害。没关系没关系，这都过去了。好，逝者已矣，逝者已矣。来，我的药水还有十六秒，有谁比我更久的？等一下，离儿回魔，刚刚踩到绿水。逝者已矣，好、哦，往事已成云烟，好吗？请忘掉今天的不愉快，记住今天的教训，就会成为明天的力量。那些打不死你的，会让你更强大。小麦打一零好了，打一；饥饿好了，打一。啊、哦，不好意思，要等就是听我讲废话啊，尽量不要灭，就不会听我讲废话。倒数。5, 4, 3, 2, 1 Just a little taste. 哎、欸，不要，不是没人抓你，不要一开始就用力打，我都还没带到定位。我有个道藤，然后打这一只叉叉。远程永远记得在在位的时候抽最多。你没有两。去补阿朱哦，去补阿朱。可以在里面一点，说真的，不是跟上，近战分散。
爆，一秒。来，小虫，小虫，这边是小虫。准备 AOE。黄金风暴。来来，先靠左，先靠左。坦克啦，小虫。很好很好，也不要走太快，很好很好。这个可以晕，帮他晕一下，降轻坦克压力。OK， 很好，去打网，把血补满。金战戒上开啊，侧边也可以打，侧边也可以打。不用绕背人，不要站背后，近战，然后去打侧边，不用背刺的，去打侧边，把那个背后留给背刺的。哦，好像只有我会背刺的，不好意思，那就是留给我了。不掉，不要让我下一把。来，注意仇恨，准备啊、哦，斩杀。他戳的时候，其实近战有反应时间哦，看一下可以闪了、哦。掉斩杀，注意仇恨。好、哦，仇恨很高、啊，不要摔死哦。撸掉，撸掉，往冲锋爆还久嘞。OK， 很好，哦，上就很好。欸、小虫，小虫啊，小虫，小虫，哎、欸，还没解除，还没解除。那个 life 碎片给你了。然后第三那个吧，来，今天到这里没有需要可以先下班，明天拿 buff 来把那只收掉。明天那只没收掉的话，我们再看状况吧。早点休息吧，今天稍微拖到十分钟去那个装备副手有需要看一下。破五十五还没超过时间。